你知道，感觉可以把酒桶再精进一下呀。我的酒桶，哎呦，炮击两个，哎，闪现 A， 哇，闪现 A 满被动，满被动普攻，哎呦，再杀一个，哇哟，还有光盾，极限，加速加速，感觉前面一直学艺推线可能没那么难受，但他学 W， 来逮啦，要遭逮啦，进化在 CD， OK。闪呗，这个有 BF， 闪呗，有 BF， 闪呗，啊，不交了，啊，其实可以交闪的呀，大树也没技能了也。对的，他直接跟你一波 all in。又来了，有事没事来下路提款，哎，比两个闪现，哎，这脚没踢过来，好像被泡了，没水，没闪出来吗？嗯，他被泡了。下班了，来了来了，锁一波，又是池地，池地一加闪好像活下来了，哎，还有一个朱德章，啊不是，还有聘子，还有东东没触发，蓝色方伤不够啊，我有一闪，空中，这个死了，他在 E 的空中发现那个位置被锁住，要吃卢仙大，直接交闪滑到墙右边了，好骚啊，池地感觉在要骗完的没有压力啊。的一个上强度的队，哎，锁又锁子弟，但是没伤害啊，没伤害了，没伤害了。而且好像露露大断拉卡了一个技能，哎呀，好像我看带着大龙 buff 的推进，大树直接开大了压位置。哎呦，感觉想办法五个人殴一波吧，想回去，想回去贴，被锁了。小浩这把挺帅的，是的，但是。没用啊，阿卡丽 R1 一技能挂到露露了，哦，那就再过来，直接死了。哎，露露空大了，这边四大路，哎，露露空大了还要打，露露那个所谓装备好，露露想下单，黑掉了。但两路兵线都来了，还能继续推啊，那得有 TP。想下班啊？就这么过分啊？下班喽，下班喽。半年再吹了，速推。想动六九，对对自己位置有点尴尬。哎，一闪失误，但还能追，哎，追不上了，有跳眼。万磊这个时候已经叫楼下司机开始热车了。这会儿楼下司机已经把引擎发动了。差不多了。大巴已经在热车了。8:25，再坚持一下呀 ，Anyone's Legend。万磊跟我说9点下班，他还是保守了。8:25，太血腥了！哎呦，18周岁不给看。哎呀，我没有报名奥杜尔，我现在很后悔。我们活动8:30开始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想的是再快也不可能8:30前打完吧。哎。曾几何时，朱热是对面那个11:0，我上我也行的。现在他在11这边了。哎，零个人头吗？这把？零个。是啊，11:0啊，我上我也行啊。啊，真11:0了，12:0，12:0。真的呀。也没有不行吧？京东不是挺行的吗？只不过今年强弱差距进一步拉大，因为今年就是头部的队伍。花钱了，然后像一些中部的队伍看到你花钱了，花那么多我就不花了，就觉得没必要了，所以就有些队伍就开始，对吧，就未来可期一下，所以强弱差距会比较大，但头部的几支队伍还是可以的。减少队伍是不可能减少队伍的呀，因为这些队伍这些名额都是真金白银呀，你怎么减少呀，这个又不是儿戏，你说你组个队伍过来打，不打就算了，就17个队伍肯定是不能减少的。